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09年10月17号，对方站对方的9:20准备，这是4月19号东营港台上普悠玛直行号，以及4:29沿线港苏澳线的超直用81.81为下号全快车，11次准备通过九号东营港台东的普悠玛直行号。0005加天元又2006，耶！我的11次电话灯啊，台灯 TM2005 加 TM2006，普悠玛之强赢在对方南通了，赶快自己进来，再见。